王思佳直播呛孙民，陈怡狠揪二姨点怒轰，装死硬凹到底。王思佳先前深陷假包风波，如今沉寂多时再度满血回归。七日直播开箱新包包时，被网友酸 COOO 包拿买时，再度以呛辣风格反击对方。对此，网红陈怡也忍不住开酸了。王思佳直播开箱新包包时，先反问网友：“有要看购证吗？”得意表示是品牌送的，所以没购证。随后更在 Instagram 现实动态发文，并在全黑图写上：“我一向只关注比我优秀的人，所以我也享受被关注的感觉，不改昔日呛辣风格。”陈怡看完则提两点开酸：“所以大家要嫉妒他什么？有满屋子的假货，还敢理所当然炫富的勇气吗？还是被发现炫的都是假货，还继续装死硬凹到底的精神呢？这嘴脸真是太坑了。”感谢您收看 Mon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